一天要被这帮粉丝们笑死了。粉丝们发现花絮里哥哥拿在手上的这个手机壳，那必须得跟哥哥用同款呀，所以马上搜同款安排上。结果悲催的发现哥哥拿的是这个胖氏的手机，粉丝们又火急火燎的去退款，死活不能跟胖氏同款是吗？涂鸦墙监工升级了，粉丝把这个房间叫做绝美战警房，这每天一开窗户就看到是手帅是种什么体验啊，追星又追出新高度了。品牌粉丝见面会上，这位大胆的粉丝当着弟弟的面居然狠狠地抱了弟弟的人形抱枕，结果下一秒弟弟狠搓抱枕的脸都搓变形了。你这是不能搓粉丝的脸，所有往死了搓自己呗，粉丝最终还是错付了呀。 Nice